晚上好。那天才卖掉200个哎，又满了。是。那总监这么多讯息，晚上好。等我一下哦，在搞这个东西。还有什么？999的卖掉。看一下哦，从头开始。子盈安安，品杰安安，伊藤安安，乔子安安。AGN EGS 安安。那个什么，Eki 安安，雨辰安安，静安安，冬雨安安，牛奶安安，子怡安安。现在抽这个，睡到死掉了。想说剪完片就直接去躺，一躺躺了15个小时哦。什么你的十几倍，我都有再去收集吼。以前在世界无聊就会一直卡在那个地图里面拼命踩啊，然后又喜欢打一些无聊的小活动，然后直升研究所就冲很快。配玉安安，干你不要去挂我的退取台，害我都抽不到贴图，妈的！我说好不容易有贴，就没什么人再挂了。啊，持续订阅的话，我还至少可以拿到贴图，就拿不到，都骂你们这群几百人。我应该有3个了，没有啦，不是我的退取，是别人的退取。去挂别人的退取，只要有订阅或赠送订阅就有贴图拿。是那个他说什么退取的那个一个会师画的贴图。感觉可以不用挂，我记得活动好像到17号吧。
那天就是卡这个画面，那个老头就拼命在挥手挥手挥手，但我却跑去洗澡，像这样子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跑去洗澡，洗了大概十分钟吧，他在那边一个人在挥来挥去，来冲啥，十分多钟。小马安安，有啊，我记起名字了。什么？我好坏？我有卡键啊，结果是那个键盘自己弹起来哦。我觉得他很丑哎、欸，不是说丑啊，就是不是我喜欢的菜。小远，没有欺负老人呐、啊，是键盘欺负他。rank 八以上，鱼龙种活动，勇创动图，讨伐古龙种。我想一下哦，鱼龙，勇创动图，管理调查。嗯，我要留这个起来，我刷天鱼。个黑龙。欸、不是啊，等我看一下哦、喔，今天的任务是要打什么？调查，又不是，救人真的老了啊，两头活动两次，勇冲动图一次，达成 rank 八以上。两头，更变装备，他挥得很开心啊，看他挥得很开心嘛，而且以那个年纪，他应该几千岁了吧？参加，活动，这条鱼不适合进食。啊，我忘记去买喝的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保养我的脸，不能再喝一些有的没的了。我把前天不是买那个吗？咸酥鸡，啊，结果啊，你们不知道那是关台做的事情。我前天就是想说，突然嘴馋呢、欸，想吃咸酥鸡，就去买了。就昨天家人又买了咸酥鸡，问我要不要吃，我说好，我吃。不能再吃了，再吃下去。重点是真的要开始健身了。我已经一个多月没健身了，应该说我上个月只健一次身就没去健了，这个月还没开始健身。我觉得哇，每个月要缴1000块，就觉得哇，好贵哦。又不是啊，已经签下去要签一个月。然后又不去健身，觉得哇，我知道要浪费什么钱啊。也不是说我有钱，就你看哦，早上要
应该不是早上啊，前阵子真的是早上剪片，然后晚上，哦，我前阵子是一大早剪片，然后下午开台休息一下，晚上继续开，然后好一点就是晚上再剪一下片，然后就是早上起来健身，然后到中午就是可能休息一下，下午继续开台，然后晚上开台，然后以此类推，就是晚上都会剪片，然后晚上剪片，白天去运动，可是就是这样子太累了，就搞的就是剪片剪太晚，结果早上起不来，就以此类推。哎呦，按错了。波波走开啊，波波！哎、欸，有啥小？有啥小？有啥小？哎、欸，他哭了。变胖了吗？没有啊，就只是之前我因为之前有练腹肌跟胸肌啊，然后最近腹肌的线条又不明显了，因为本身有腹肌不明显啊，就回到那个时候啊，那时候有持续锻炼半个月，就是腹肌有稍微有形状，啊现在又没形状了。没有啊，那个谁，教练还叫我持续那个哎、欸，多吃一点那个啊，淀粉类的啊，说我太瘦了，这样练不出肌肉。我说我很努力了啊，就吃不胖啊。然后教练说，这真的是有点痛苦，有点困扰哎、欸。反正就想说健身完。然后开台，开完台就是剪个片，每天就是这样循环下去。结果真的没办法哎、欸，我真的觉得好累哦、喔。主要是观，好啦，讲实在，观看数没到啦，所以我才逼这么累。如果你每天观看数都有到的话，我搞不好一天只要开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就好了，不会到一天要开快六个小时，对吧、啊？有请各位大大帮我挂台，我才能比较轻松一点点。
这到底什么踩的啊？好像跟狗啃的一样哎。我国中有个同学，他就是因为没有发髻，他因为就是头发，爸妈没带他去剪头发，他自己剪，剪到他的平头就是这样一撮一撮一撮的。没有，你看秃哦，我秃哦200多个人，真的会来挂台的也不知道几个人。这边有很多没不是秃哦的啊，因为很多生面孔。呀啊啪！嘣！就觉得这是比尼玉龙还难打哎、欸，尼玉龙好打多，这是好难打哦。Ivan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我换了账号，旧账号出了点问题，旧账号之前有在挂台哦。没有，到现在还是没用侧甲打过，打魔物诶，我侧甲的装配好，可是还是都没有拿来打魔物，结果金狮子都出了，我还没有打。哦，血很厚诶。东翼龙。可是今天又看到薪水即将入账，又觉得哦，心情好好。听到薪水叮入账的声音，嘟噜噜噜噜噜。变装备，打哪一头古龙啊？嗯，我集会所有人，哦，然后是要看一下哦，活动
八以上古龙种，古龙种打啥嘞？看一下，张飞翔安活动吧。我该进去雷他吗？啊，基于我不要脸的心态，我来了。无法参加，他开始了。好了，偷偷进去。相信他也很希望我进去的，希望。他怕什么冰吧？看一下哦，猎人笔记，大型魔物，冰周柔，肉质与耐性，怕火，怕。什么？我雷你？你讲反了吧？你雷我吧？你好好说话呢？是谁？谁雷谁？哎，不对哦，应该要这个，那才是补装，更换道具。嗯，OK， 吃个饭出发。哦，等路人雷你，还好啦。我要配防御大，那属性防御啊，属性防御大。出发。没有啊，打不过就真的发救难信号，真的比较好啊。啊，我以前是坚持不发救难信号，也是怕乱玩玩太烂，雷到路人。怎么可能在那里骗我？嗯哼哼，不会是在八号营地吧？这是哪里？跟着节操走，便知有没有。先把 buff 喝一喝，再帮他打。OK， 捡石头，捡石头。然后我们做好辅助该做的事情，捡石头，撞墙，捡石头。好。开打！不是，我这把是火的吗？哦，是火的。打头，打头，打头！
没有，反正我就是在这个跟他们玩，我都是负责软，就辅助嘛，负责软啊，负责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输出给他们啊，我就是制造给他们的输出空间。没事没事，节操我很好，我过得很好。给他一个赞，证明我就烂。哎，我可以先上啊。你说虫，玩虫子真的，哇，玩虫子真的可以有输出，又可以当补，真的很棒。
你问什么问题？我感觉虫棍软肉质速度比较快啊。没有啊，我们虫棍要软两次呢，不是我们啊，这个虫棍要软两次呢。啊，重弩的话软一次就好呢，你洗嘞。除非到后面啊，后面就是比较好软，后面几乎都是软一次就好了。啊？哦，我以为他跑去原浆地方睡觉。看一下哦，这里然后嘟嘟嘟嘟嘟嘟。K O E Y H O 安安，提前是虫棍伤害要够高。不是，他是吃这个东西。他是吃这个。强化攻击属性，有这个的话，虫棍会比较痛。那再來就是你要带对属性，带对虫子的属性，再加上虫子的伤害，哎，才能达到。然后还要再吃那个啦，魔物的石头。如果你除了吃石头以外，你带对魔物属性跟带这个虫子的话，跟这个棍子，伤害大概就是30左右。那、你吃到石头的话，伤害就是大概加40-50，所以有超虫棍当补还蛮好用的啦。转转转看起来比较爽，没办法、啊，我不能爽，我是捕食啊。可是我这样还是有输出伤害啊，还不错啊。远距离的牧师呢，增强弹，爆。全开体力，免平投石。
石头差很多啊，而且是要怪物掉落的石头，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我为什么身上有石头，跑去捡。